它这个已经有300年了。这个叫啥？因为啥了？它唯一的就是咱们那个小米啊，必须的不是脱皮了，因为那会儿人的智慧，它可以说看，这边出毫米，这边出那个带就是带过那个二米，完了康从这儿出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很智慧的，都直接在分。哎，就是说他那会儿没有机器，咱们现在能脱皮完了捏成米。那既然能直接出毫米，干嘛还要有一个出二米的？都出毫米呗。一个重一个轻嘛。哦。那个一个重一个轻，那个关于那个比例的。就是那个二米呢，可以多出点儿是吧？可以多吃点儿。不，他就是出了以后再过一时间，他就全成了糠了。哦，那会儿的特别人智慧，他能撒制出来，就把这个米能直接去吃。完了，你要是现在吧，看现在就非得脱皮，拿机器脱皮。那会儿就是，就说是特别不先进，他能脱了皮，这就很厉害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这能咬吗？还不能，不能，别瞎弄。能咬，那个能咬，能咬。哇塞，这还能动呢。它就是这个位置吧，有点卡，过的这个位置。摇坏了，你要坏了，这300年呢得赔。走吧，走。就有点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感觉，不是？那这比那谁，比那个谁他们家可好多了。这家待着还挺舒服的。接下来这样一个密道，好吧？介休木屐，你看，这过去的女士被裹了小脚以后，都要穿这么小的小鞋。尖尖的，就这个，哎，那个我知道那个是你什么那个，就是模型，但是你看就这么点儿，3寸金棉，我真见过，我姥姥就是被裹了小脚的，你看这种是真的吧？你看，就那么小，知道吗？要把整个脚趾都掰折了，弄到脚底下去，所以走路都可慢可慢了。炕桌，火炕。板柜，这个叫板柜，胆瓶，年画儿，看看这门，听听这年代的声音。走，你看这小脚，谁要能把这个鞋穿进去？哇塞，你看这个还带跟儿呢，你看带鞋跟儿呢。嗯，国语放，对，你看看他怎么说的。缠足的国语放，走了。找了半天，原来吴尊家在这儿，是在这个小院的2层。上了刚才的楼梯以后，啊，这个小院也挺小的，看来每家的房子都住的不大。关了，里面有照片。这个是张壁古堡的主干道，市集。这会儿人变多了，有人很识趣的出画了，哈哈哈哈。这是我们上的楼梯。嗨。这个陈思的老师吴尊家和陈思的老师，
这蓝色是真的是极其罕见。之所以这样珍贵的三点原因，第一点原因是它这个孔雀蓝的烧制工艺现在是处于一个市场化。